大家好，这是永安联江桥剧团，我是团长李蔡素贞吼。啊，民国二十年，李天禄创办这个永安联江桥剧团，到今后已经有第四代，阁继续咧传落去啊！啊，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支持。一碗南师城泉州南管名师城婆，从民国二十年成立至今，历经了台湾布袋戏的兴盛、衰落、变革与复兴。之所以取名一碗南，是李天禄团长期许自己手中的戏友可以碗南落真，也因此一碗南一派呈现的是精致的表演艺术，带有京剧风格的演出是一碗南的重要特色，戏界因此称一碗南为外交派。小灯跳就用地不高，孔明虎威用鸡鸟，四次买虎人马刀，礼物尊亲乱头头，这兵将有金的马林金亮。一碗南在李天禄、李传灿前后两位团长的带领下，开拳台风气之先，深入校园扎根，同时也走出台湾，提升了台湾本土文化在国际上的能见度。一碗南现在由第四代接班演出，为传统布袋戏的保存及推广继续努力。疫情的关系，也袂当出去演出，也较袂当去好好教学吼。啊，拢踮喺厝内做红仔衫，啊绣红仔衫。啊，因为以前的红仔衫挂拢旧啊，啊，所以讲做一挂新的来退换。啊，希望疫情赶紧过，爱当出去教学加迄个演出，希望是安尼。去年疫情刚起来的时候，就有预见到在外的活动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就开始着手进行剧本的整理及校对工作，一共整理出120出左右的剧本。因为剧本量很庞大，今年还是持续在进行。那刚好又遇到疫情起来，所以在三级警戒的这段期间，主要就是在做剧本的整理和校对工作。疫情期间哪里都不能去，也是因为安全的疑虑。然后在家这段期间也学了很多很多除了演戏之外的事情，比如说刺绣、彩绘，然后包含在家里面做基本功的练习，把地基打稳，然后也为接下来的两出大戏做准备。疫情期间在家无法出去演出，在家就是打剧本，然后看看影片，然后一些阿公阿祖的以前演出的影片，来让自己的手势及武打的动作更准确、更好看。这段期间在家都在线上课程，然后上主修课打鼓，然后练琴，看看戏，增进自己的知识。疫情期间大家无法外出运动，现在教大家布袋戏的手部运动。第一个，拉筋。侧劈。
前后批。转手腕，打拳，扭手腕。防疫在家打瓶盖，练习打鼓准心。疫情的关系哦，啊，大家拢袂当出去演出啊，啊，迄个虽然也较电脑关系，保平关系，疫情紧急吼，啊，互大家厦门街大家会当出去演出吼，我大家这段期间大家拢足辛苦，啊，就是也电脑关系保平关系。